下雨天就要撑伞，三步世界的要放慢，第一步拉开着门抢着买单才制造浪漫。我每天练身材，字典里没有怎么办，你开口我风雨足，不眠不休不嫌麻烦。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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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， 一次次单恋没有机会给我表现，没有机会能告白一遍。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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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，潜水醒了，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，温柔沸腾了，一个人的寂寞终于被你终结了。爱情跟上了，逢年过节不怕被关心了。谢谢你爱了，我能遇着爱你，爱我是最幸福的。喂喂喂，可别又睡着了，我好不容易等到的爱情它在哪里呢？来杯咖啡，来杯浓茶，来听我说，这次一定是真爱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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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情睡醒了，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谢谢你爱了，只爱你，爱我是最幸福的。怎么了，向天启？你该不会忘了吧？当年在业界的年会上，说我们酒店存在这样那样一大堆不可原谅的问题，批得我们是一文不值啊。然后我们的生意是一落千丈，都是拜你向总经理所赐啊。你刚才说可以从基层做起，我们这里啊什么都不缺，缺的就是基层。如果你愿意放下身段，在我们酒店门口做活招牌的话，我倒可以考虑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要我做什么？礼宾部的行李员，你敢不敢做？你走吧，反正你在酒店业也混不下去了。除了我们这家从来不和豪利合作的酒店之外，我倒想看看还有哪家酒店敢收留你。怎么回心转意了？什么时候上班？随时恭候。知青，等这一切都结束以后，我就可以带着你离开这个地方，去过新的生活。我想给你一个家，一个你心里一直都期望的幸福。知青，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等我下班回来做好吃的。我本来想，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吃一顿晚饭。我记得你最喜欢吃的菜是炒鸡蛋，可是我真的不会弄，所以就浪费了好多鸡蛋。
小笨蛋，我来教你好不好？你教我。首先拿着鸡蛋对着两边用力敲一下，记住要快狠准，然后往两边一掰就可以了。好好好，真的会打了。让我去送你上班好不好？你这样担心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做好的。小贝，请你相信我，我能做好一个总经理，也一定能做好一个心理。还愣着干嘛？快过来搬东西。全部放下面了，会不会摆行李啊？先生不好意思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是新来的。新来的，怕压的不能放下面，这是常识。这东西，他是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大少爷吗？真笨。走了走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让他注意点儿。还愣着干嘛呀，大少爷？还不快把行李送到客人房间去？哦。会不会干活啊？真给咱们添麻烦。慢慢练吧。怎么样，累不累啊？第一天的工作能适应吗？当然了，我是豪利集团总经理，当行李员怎么能难倒我呢？那就好，看到你这么快就能够适应，我就放心了。好，来，来这里，我给你准备了水，你呢，把手好好的洗一洗，然后我们就去吃饭了，好吗？快点啊，来。啊！怎么了？这没事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我真的没事的。要吃饭了吧？我去厨房帮忙。他搬，是是。
说向总经理被季如风赶出来另谋高就了。恭喜向总经理啊，找了一份行李员的工作。搬吧。你给我注意点，这都是贵重物品，摔坏了你可赔不起。帅，连搬行李都那么帅，不愧是豪利集团的前总经理。不错嘛，啊，才几天就练得这么强壮了，难得呀。哼。当行李员都那么有个性，你信不信我随便打一个电话就让你连行李都搬不了？对不起啊，杨先生，新来的员工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还望您多多包涵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们员工对待客人的态度，还不快给杨先生道歉。向天齐，别忘了顾客至上的道理。好啊，那就有劳向行李员帮我把行李搬到楼上了。要不是季先生告诉我你在这里高就，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向天齐，当初就是你害得我被撤职，不但当不了主编，甚至在传媒界都无法立足。还好季先生告诉我你在这里，才让我知道什么叫风水轮流转。你真是有个好兄弟啊。对了，你的小费啊。请请。不用谢了啊。小贝吗？秋风在哪里？他不在。哎哎喂，他们在开会。各位，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有事找季如风单独说。一大早上怒气冲冲地跑来我办公室打断我的会议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季如风，你果然是大明星啊，演戏演得这么好，你到现在还这么装下去有意思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敢说不是你让杨军去侮辱向天齐的？果然是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说话呀，你为什么要对向天齐这么残忍？我残忍？你说我残忍？你把他赶出了豪利，现在还让杨俊这种小人去侮辱他，你们是从小长大的兄弟，你怎么可以背叛你的兄弟呢？背叛兄弟？背叛兄弟的不是我季如风，是他向天齐，笨蛋。向天齐，向天齐在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向天齐对不起我的地方他自己最清楚，你还是自己回去问他吧。好，我会回去问他的，但是不管他对你做过什么，你现在这么对他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向天齐，你不能就这么被打败，绝对不能，不要放弃，
让我为你找到坚强的理由。喂，知晴。如风，我是不是打扰你工作了？没有啊，刚忙完，我正想着回去陪你散散心呢。你想去哪里？我们一起去。哦，我们冰箱里的东西好像需要补充了，我正好是要问你要买些什么。哎，要不然我们等一下去超市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回家接你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见。拜拜。你最近对鸡蛋十分感兴趣啊。我最近在练习打鸡蛋，可是总也打不好，鸡蛋壳和蛋黄扑通就掉下去了，所以我把家里的鸡蛋都练习光了。喂，你这样浪费会害我很快破产的。那我可不相信。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喂，是我 Peter。 我对你的提议非常感兴趣。好，就这样。喂，发什么呆啊？我是在想，要是每天都像今天这样就好了，可以忘掉所有不愉快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每天都陪着你，我们还可以去周游世界。如风，现在你有豪利的事情要忙碌，能这样我就很高兴了。如果有一天豪利不在了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陪我去想去的地方了。豪利是父辈们一手打造的，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了呢？我只是随便说说。哎，要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来吧。好啊。看看，想吃什么？如风，你可不可以教我做菜啊？长这么大，我连煎鸡蛋都刚学会。好啊，那你要先拜我为师哦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师父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喂，哎，对对对，你们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啊？啊，正想法子。最主要的是要给他一个强大的信心，这就对了啊。哎哎哎。好了。哇！哎呦，那你
你们瞧他多棒啊，我擦了一天都没搞定，他一下就搞定了。哎呦，你简直太棒了，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哎，我说小鱼啊，我这个账啊，我今天算了一天了，怎么也算不出来，你帮我看看啊。就是我们的桃花酒一个月的产量是2000瓶，这个月卖掉1800瓶，还应该剩下多少瓶呢？200瓶。这个月销量不错啊。你都说了，我说什么？好，小鱼啊，这么难的算术题你都算得出来，你真是天才呀、哎呀，这个清炒蛤蜊应该怎么做，你教教我好不好？清炒蛤蜊，我也不会。清炒，各位，我知道你们是想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你们需要我，让我留在桃李村，但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小鱼，还没轮到我呢，我这酒棍是左手拿好还是右手拿好啊？哎呦，干活去。不是，哎，坐巴士吧。对不起啊，大家不是故意骗你的，这些都是我的主意。没关系，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好。其实桃李村真的是很需要你，所以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？我真的很好，其实这个工作不太累的。对了，我还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而且这些事情以前在豪里是碰不到的。比方说我学会怎么搬行李比较省力，怎么样可以节约用水，我学到了很多。而这种环境让我体验到了另外一种生活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不要再说了，你虽然嘴巴上不说，可是你心里比谁都难过。一个全世界前百强酒店的总经理，现在却在做行李员的工作，这样的落差并不是用一种伪装的微笑就可以掩饰得了的。不过呢，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所以啊，我对你充满了信心，你对自己也要充满信心，加油。你放心吧，我向晋奇虽然曾经是总经理，但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一个平凡的人没有道理做不好一件平凡的事。对了，天琪，我到底该不该问他和季如风之间的事情？如果让天琪知道我看见他被杨俊侮辱，还为此去找过季如风，那天琪岂不是觉得更加丢脸？哎呀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问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啊？
没什么了。你这个臭小宝，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在后面吓我，听到没有啊？你人家是要姐姐姐夫回家吃饭。姐夫，你以后别娶我姐，我姐是木烟叉白狗精，我怕了。我也觉得吃饭吃饭吃饭，我来一下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好嘞，忘了我们的新规矩了。嗯哦，好，开动，好，吃饭吃饭吃饭。哎呀，动筷子动筷子，哎呀，小宝，你刚才在说什么？的饭前和食祈祷法，每天为我未来的姐夫祈祷。是啊是啊，这都是美秀想出来的。对啊，我们每天餐前啊，都要为你祷告祈福，希望你早日能走出阴影，重振旗鼓啊。是啊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来，大家开吃吧。来，差一点忘了，瞧我这记性，等着啊，等着。来，先吃吧，边吃边等啊。肖夫人，吃这个，别客气啊。这都是美秀啊亲自做的。来，吃一下。哎呦，来，让你吃吧。放这儿，放这儿。我要喝，我要喝，我要喝。哎呦，你慢点，没你的份儿啊。没事，小宝，我们喝果汁好吗？来，尝尝我给你炖的汤。喝果汁。来，谢谢。哎呀，我说向夫人，这汤你一定要好好尝尝，这是美秀啊炖了一天的人参乌鸡汤。她听说啊，你晚上睡也睡不好，而且身体又虚弱，然后就专门托人从城里买了人参回来。哎，你看，为了剁这个鸡呀、啊。他把手都弄伤了，这手不差点给剁了呀！哎呀，哪有那么严重？就你们话多了，狐狸船长手都剁掉了，别吃了。吃饭吃饭，不许说话。你看我干嘛呀？快喝汤呀！放心，没有毒。不是有你在我身边吗？你可以照顾你。不管了，喝。来，这一个呀，这个来。除了竞争，除了互相算计，原来人和人之间还可以有这么温暖的关爱。也许老天真的是在给我机会，让我明白真正的幸福。往往就在不起眼的身边，真心的对待他人，就一定能够获得最大的幸福。谢谢你们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。
却在日记。心跳藏在抽屉，就闹了你才不会分心。月月年深可你，你知道藏不住秘密。爱有双重魔力，也苦涩也甜蜜，悄悄地在心底。追忆忘掉我爱你爱你，借我勇气，慢慢地藏在心，一步步走向你。给我爱的魔力，不退缩不犹豫，甜蜜话在嘴里，只告诉你我爱你爱你。随便奇迹，爱上改变的勇气，都是因为你。爱心饭盒我收到了，你的搞怪手套戴上很舒服，你送给我阳光的味道，偷偷做了这么多，还不承认？我哪有嘛？还不承认？有吗？有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敢了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有没有？啊！喂！哈哈哈哈酒店业20多年的豪利集团，今天将迎来高层第三次的正式选举。此次选举也是前任总经理向天琦离开后的第一次大换血。据了解，最有可能赢得总经理职位的，当属曾为影视红星的季如峰董事。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Eric 目前是豪利集团最大的股份持有者，作风温和，深得业内人士肯定。而学员戴总经理一直是豪利集团的经营核心。到底季如峰能不能顺利战胜自己的劲敌，取得总经理的位置，我们将拭目以待。真天，你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就保佑儿子度过这次难关吧。伯母，小贝呀，伯母，我从花子婆婆那里拿了一点老人参给您泡茶，您喝喝看，这个对治人的头晕啊，应该很有效的。来，是吗？谢谢啊。这参茶的味道确实比我以前喝过的味道好啊。伯母，您尽管把这里当成是您自己的家，有任何需要的话跟我说就好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阿梅婶让我转交给您的。桃李村晚上蚊虫特别的多，她怕您在这里会不适应，特地做了这个香囊。这里面呢有香茶和茉莉花，你要把它随身放在口袋里，这里的蚊子绝对不敢靠近。嗯，还有这个。嗯，哎呦，你要干什么呀？这个是雷大鼓的发明，他说把它随时带在自己的身边，就像这样随时敲一敲，就好像是在给自己按摩一样，很舒服的。您要不要试一下？这个。哎，还真是挺好的。我知道天琪为什么跟我说他最怀念的就是他叫小鱼的日子。桃李村这里不光是风景优美，空气新鲜，
而且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开心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心地善良。我真是从心底里感谢你们。不错。各位，今天会议的目的是选出新任的总经理。自从向总经理离任之后，总经理的职位一直由我来担任。现在该是时候选出真正的总经理了。季董事在做代总经理的时候做得很不错，再说他也是我们豪利最大的股东，理应由季董事担任总经理职务。对呀，季董事是目前最适合的人选。年轻有为，季董事年轻有为啊。是啊。虽然我手上有豪利最大的股权，但是论管理酒店的能力和经验，我不及裘董事。所以我提议裘岩裘董事为豪利新任的总经理。啊，是啊。对，裘岩也不错呀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认为。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，请举手表决。哎，我看可以这么定。不错。现在我宣布，豪利新一任总经理裘岩。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。那么接下来我来部署下一步的工作计划。我有事先走了。如风，谢谢你遵守承诺，让我坐上总经理的位子。刚刚的工作汇报内容是豪利内部士气问题和重塑外部形象的问题。未来工作会从这两方面入手。另外，我将加强与国际企业的洽谈合作。啊，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做吧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对豪利的经营发展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？我们两个好不容易从向天齐手上拿回了经营权，不就是为了发展豪利吗？而且我不太明白，你为什么停掉某些国外的项目？刚才董事们都有些不理解。按照你的原计划去做吧，其他事情不用多问，好好享受你做总经理的日子。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想静一静。豪利的海外项目已经停止，国内项目也相继停下。我会卖掉豪利，你可以随时准备收购。过不了多久，他就是你的了。祝我们一切顺利。说吧。帮我查一下这个人，我想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，什么时候需要，越快越好。喂，如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7点以前应该可以回家的。那我等你回来吃饭啊。好啊，待会儿见。Thank you.
在南城高速，再过20分钟就可以到家了。20分钟？哦，好啊，那你注意安全哦。嗯嗯，拜拜。拜拜。现在插播一条新闻，大约10分钟前，南城高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一辆丰田汽车因为车速过快撞上路边的围栏，驾驶员当场昏迷，现已被送往医院，尚未脱离危险期。自从遇见你，该怎么办？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我们可以把酒厂改办成股份，这样一来大家都是股东，不仅可以解决资金的问题，还可以分红收益。什么？你说 Peter 回国了？现在在君澜酒店。依据季如风近期的表现，很可能在近期将豪利卖给 M 家。我求你了，可不可以不要卖掉它？总有一些话来不及说了，总有一个人是心口的朱砂，想起那些话，那些傻，眼泪落下，只留一句：你现在好吗？如果爱完了，泪不想落下，那些幸福。双手是对的。